前天都是干活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有条件的朋友们，可以一块儿过来玩玩。现在这边你看嘛，这边外边温度太阳超高，我们这边大家从镜头看，这边棉被全部已经落下来了，这就是这个温室大棚的好处。因为现在这个冬天了，棉被落下来，它能保温。干到这个紫外线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那都要放下来。这边呢，这个番茄，这个平原星际基地，再过一段都要结束了。这前面，这都我们平时就是运输的，特意改装的神器，适合在大棚里使用。全是中型锅了，你看这几样中型锅，中型锅这边中型锅的，那全是中型锅。看那些颜色了没？你看，这边全走我们这个精品店了，够不够呢？三八，那边是八箱中锅，你这个也是中锅。这个连山大小锅，那是中国，那个中国，这八箱中国吗？对，这个还没有那个好。这不是好不好用的，锅个大小，客户要求怎样，咱都做到怎样。